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这次的理念很好的。受不了，他妈干搬不了去。你这更受不了，这更不能受不了。我都说切开了，我就找给他其他小弟他们一个人，那个时候我有个好用，懂了吗？这个我说了，你有些空间给他留起。不说，反正你都说花钱了。哎，你说是我师傅。哎，对呀。这新机票咱干啥的呀？啥子啊？啥子啊？啊，这新机票咱干啥子啊？啥子？我走了，你静静的来呀。啊，静静。哦，静静啊。还静静去吧了啊。